走在人挤人的走道，我问了自己，没有爱情的人是否会长命？那些电影常常让人感觉甜蜜，但是我不相信。坐在没有人的角落，我又问自己，究竟应该继续还是该放弃？这个真的很厉害。没人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，想看你，想躲你，难以决定。我不是很会表达的一个人，但是我今天很不容易鼓起勇气看你说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不管你们有没有缘分，也不管结果如何，起码今天我表达出来，我不会再后悔。最后祝一婷姐千金快乐。它只是个游戏，我只想。